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那如果说接到正式的通知的话，啊，我们外交部这边会对外来做一些说明。啊，这个看起来都是那个美国有关于对台出售防卫性武器的一个既定的这个方式。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那如果说接到正式的通知的话，啊，我们外交部这边会对外来做一些说明。那我想过去这段时间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所受到的中国的军事威胁是越来越严重。那但是美国政府也依照对台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持续提供我们防卫性的武器。那有关于这方面，我们对美国政府表达感谢之意。那我们接下来也希望说我们所提出申请的这些防卫性的这些项目美国也能够同样依照我刚刚所说的对台的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持续对台湾出售这些防卫性的武器。